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成人自学钢琴，今天和大家分享《鸿雁》这首歌。首先呢，我们用注释的鸿雁，天空上对对排成行，这个是注释，我们就用了一五六这几个和弦啊，我们可以分解的是分解的，但是我们也可以是注释加分解，鸿雁，对吧？天空上对对排成行，啊，这是注释加分解，啊，好，分享到这，拜拜。